上海，一座 GDP 超过40000亿的超大城市，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力，是中国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科技中心。上海总面积6340.5平方千米，这里居住着2475.89万人，是中国最强城市，世界前五之一。陆家嘴到了，下车请注意安全。We are now at 陆家嘴。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 来抖音极速版，看视频领现金。